每月给儿媳妇补贴三千块，可无意看到儿媳妇的转账记录，我当场崩溃，瘫倒在地，决定到死也绝不会再给一分钱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我叫马小花，今年六十五岁，我是副高职称，我是从水利部门退休的。丈夫曾经在乡镇单位上班，他也已经退休了。 我的退休金是五千，丈夫工龄比我长，能领六千来块钱。我们只有一个儿子，他大学毕业以后去了市里工作，儿子的工作也很稳定，在一家大型国企上班。我们觉得儿子既然在市里上班，就应该在市里安家，在那里找个女朋友就行了。 可是儿子读大学的时候，一直和他一个女同学有联系。这个女同学大学毕业以后，考进了我们县城的一家事业单位上班。我劝儿子慎重考虑，毕竟儿子在市里上班需要来回跑，这样很不方便。但是儿子非常坚定，他说就认准了这个姑娘，我们也只能同意了。儿媳妇的娘家是农村的。 在我们县城的偏远山区，他还有一个弟弟，当时正在读大学。儿子订婚的时候，按照我们这里的风俗，我们打算给六万六千块钱的彩礼，然后再买首饰。儿媳妇嫌六万六千块钱的彩礼太少，她说，按照他们那里的农村习俗，应该给十二万八千块钱。说实话。 我的亲戚朋友家的孩子订婚时根本没有这么多彩礼，儿媳妇每次来我家的时候都会给我老伴带一点小礼物，有时候是几斤水果，有时候是两包我爱吃的小点心。老伴劝我说：“十二万八千就十二万八千吧，反正咱们攒的钱早晚也都是给儿子的。再说现在娘家很少有留彩礼的。” 这十二万八千肯定还会带回来，当做他们小家庭的启动资金。我想想也是啊，就同意给儿媳妇十二万八千的彩礼，买首饰又花了六万多，再加上订婚时的酒席，他们那边来了三十八个人，每个人我们还送了一个大红包袱，里面包着一条烟、六包点心、两包喜糖。 这样算下来，订婚我们就花了二十多万，到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却傻眼了，儿媳妇一分钱的彩礼都没有带回来。我有些不高兴，老伴儿安慰我说：“算了吧，咱不去生气。既然我们把钱给了人家，就是人家的了，咱说了又不算。”后来我听儿子说，儿媳妇之所以没有带回来彩礼。 他的理由是娘家养大他不容易，供他读大学花了不少钱，他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，才把彩礼留在了娘家。我哑然失笑，谁家养大孩子容易？谁家不是花钱供孩子读书？但是我不能再去计较那么多了，只要儿媳妇以后好好过日子，好好孝敬我们，彩礼钱给他娘家也无所谓了。 儿媳妇这个人性格还不错，有什么话都不藏着掖着，我说多说少，说深说浅，她都不会生气。儿子在市里工作，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他都不在家，只有周末才回来。平时的时候，我们不让儿媳妇一个人在家里吃饭，不值当做饭，我就让她回来吃。儿媳妇很勤快。 回来的时候就帮着我洗菜做饭，他有时候帮着买点菜，买把青菜或者买几个馒头，虽然花钱不多，但是比起那些空着手回婆家吃饭的儿媳妇强多了。老伴的脾气有些急躁，有时候没有一点小事就吵起来了，儿媳妇还会帮我们调解矛盾。他说：“妈，你们这把年纪了。” 还生什么气呀、啊？你们两个人好好相处，还能相处多少年呢？何必再去斤斤计较呢？你少说一句不就行了？我爸这个人心眼好使，就是有时候脾气犟一些，你多包容一点就行了。在儿媳妇的劝说下，我也就释然了，一笑了之。我根本不把儿媳妇当外人，有什么心里话都和她说。 甚至家里四十万的存款都告诉了他。一年之后，我们有了孙子，我们把心思都放在了孩子的身上。儿媳妇和孙子都在我家里吃住，周末儿子回来的时候也在这里住。虽然我和老伴忙碌一些，但是家里热热闹闹的也不错。人老了，不就是图个儿孙绕膝吗？在照顾孩子的问题上。 有时候我和儿媳妇的观念会发生冲突，但是很快也就过去了。儿媳妇性格爽朗，也不记仇，我也不往心里去。有了孙子以后，我看到儿媳妇的生活开支骤然加大了，她要给孙子买奶粉、买各种小零食，还给孩子买衣服、买玩具，我就和老伴商量着。 要不每月补贴儿媳妇三千块钱吧。就这样，每月十号发了退休金之后，我就给儿媳妇转过去三千块钱。儿媳妇很高兴，她说办公室的同事都非常羡慕，说她在婆家吃住，公公婆婆帮着带孩子，竟然还得给她三千块钱的生活补贴，这样的公公婆婆不好找啊。听到这些。 我的心里也美滋滋的，家和万事兴嘛。当老人的就得拿出高姿态来，反正到了我们这个年龄，也不讲究吃喝了。以前我和老伴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找个好餐厅吃顿饭，换换口味，再就是调节一下生活气氛。自从有了孙子以后，我们再也不舍得出去吃饭了。老伴儿爱喝羊肉汤。 以前每周我都要去花一百块钱买份羊肉汤喝，可是现在我们哪还舍得喝羊肉汤喝呀？我和老伴的退休金合起来虽然一万多块钱，但是每月要给儿媳妇三千，再加上生活开支很大，有时候我们也得给孙子买东西，每月所剩无几。对自己很抠门，对儿媳妇却很大方。 儿媳妇水钱啊，一口一句爸爸妈妈叫着叫的，我们心花怒放。有时候我和儿媳妇一起带着孙子去商场玩的时候，遇到合适的衣服，我就给他买下来，欠儿八百的，我一点也不心疼。我拿着儿媳妇真是没有二心，就像当闺女一样去疼她。儿媳妇回娘家的时候，我就给她买上礼物。 我知道，在农村里虽然吃喝不愁，但是挣钱也不容易。我总会给他们买上一大箱水果、两箱点心，再买上两只鸡，或者买上一扇排骨。过春节和过中秋节的时候，我还特意再给亲家包上一个一千块钱的红包。亲家来我们家里玩，他总会对我知情道分地说。 一年到头，他们家吃了我家太多的东西，花了我家太多的钱，我就笑笑说：“儿女亲家是亲戚，咱们是一家人了，就得好好相处。”儿媳妇的弟弟大学毕业以后，考了好几年事业编没有上岸，后来老伴儿托他一个朋友的儿子，给小伙子介绍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 儿媳妇的弟弟上班后没有地方住，在儿媳妇家住了几天后，嫌很不方便，就想出去租房子。我家有一套闲置的老房子，九十来个平方，一楼带院的，在县城中心。前段时间有人出八十万，没舍得卖。儿媳妇就想让弟弟去那里住一段时间。起初我们不太同意的。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要住多久，可是儿媳妇说请我们帮帮忙，等他弟弟公司里安排了宿舍就搬走。儿媳妇的弟弟住进了我们家那套老房子，一住就是两年。后来公司老员工离职腾出宿舍之后，他才搬出去了。老伴儿对我说：“这套房子早晚是给儿子的，一直放在那里闲着。” 也可惜了，不如现在就给儿子家，让他们简单装修修一下，租出去吧。每年能租一万多块钱，留着给孙子以后上大学用的。那个周末儿子回来的时候，我说把房子给他，让他们管理着。儿子竟然还嫌麻烦。儿子对钱财一直没有多少概念，可能他从小衣食无忧的原因吧。 儿子不爱财，他过生日的时候，我给他发个两千的红包，他都给我退回来了。我们把这套价值八十多万的房子给儿子，他竟然说不想要，让我们自己租出去打理着。儿媳妇却指责说：“你傻呀，哪有给房子不要的？”爸妈，谢谢你们，房子我租出去，不用他管。我就和儿媳妇商量着。 抽空的时候把房产过户给他们，儿媳妇特别高兴。她竟然花了五百多块钱在饭店里请我们吃了一顿饭，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。很快，孙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，儿子家附近就有一家不错的幼儿园，很方便。我和老伴终于轻松了很多。那年秋天，我和老伴儿打算去海南旅游。 我们想在那里过冬。如果在家里的话，我们家房子比较大，是一百四十平的，交取暖费也得交三四千块钱。如果去海南过冬的话，租一套居民楼也花不了多少钱。再说，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了，趁着腿脚好，就得各处走走。说实话，退休后我们就一心扑在儿子家里，我们哪里都没有去。 我们对儿子和儿媳妇说了去海南旅游，并且打算在那里住上三四个月。儿子非常同意，他说：“你们去好好的玩玩吧，在那里放松一下。听说冬天的海南气候特别舒服，对老年人的身体很好。别怕花钱，你们退休金也不低。在那里好好尝尝海鲜，多吃南方的稀罕水果。” 你们什么时候去的话，我给你们在网上订机票，由我来出钱。儿子的话让我们很欣慰，儿子懂事孝顺，我们高兴呢。可是儿媳妇一听我们说要去海南过冬之后，她半天没有说话，一直坐在那里嗑瓜子。过了一阵子，她突然说：“爸妈，你们在家里不是挺好吗？” 咱们家里有地暖，冬天也不冷，暖暖和和的。你们往外跑干什么呀？出去旅游花钱太多了，何况你们还打算在海南住好几个月。我父母住在农村里，冬天那么冷，家里也没有暖气。比起我父母，你们已经很享福了。我一听新儿媳妇说这话，心一沉，很不高兴。 亲家在农村生活的确不容易，我们已经帮助了他们不少。可是每个人的经济状况不同，我们有退休金，好好享受生活，有错吗？儿媳妇为什么不同意？老伴儿的犟脾气上来了，他说：“不管儿媳妇同意不同意，我们都要去南方过冬，又不花他的钱，他管得着吗？” 可是我觉得还得考虑一下儿媳妇的感受，她反对我们出去旅游。我想找个时间好好和她聊聊，我不想因为这事和儿媳妇闹得不愉快。又到了时候，我们发了退休金。那天下午，儿媳妇带着孙子过来吃饭的时候，我就把三千块钱转给了她。虽然因为旅游的事让大家有些别扭了。 可是我们还得给他转钱，毕竟我们想让孙子生活的好一些。以前我给儿媳妇转钱后，她都会秒收，然后给我发一个谢谢的表情。那天儿媳妇可能还是因为我们要去南方的事正在生气吧。我给她转钱之后，过了半个多小时，她还是没有收钱。儿媳妇和孙子正在看手机里的动画片。 他应该早就看到我的转账了。他不收钱，我又不舒服，我就让孙子把手机拿过来，我想帮他接收转账。孙子把儿媳妇的手机拿了过来，儿媳妇起身去了卧室。我拿过儿媳妇的手机，连忙点了转账，帮儿媳妇收下了这三千块钱。我正要把手机递给孙子。 突然发现儿媳妇当天发给亲家的一份转账也是三千块钱。我本来不好意思看儿媳妇的通话记录，她给亲家的转账却让我心里一动。儿媳妇给亲家留言说：“妈，你赶紧把这三千块钱收下吧，到下午我婆婆肯定会转给我三千。今天是她发退休金的日子，婆婆不缺钱。” 他还有四十万存款呢。接着，亲家就把钱收下了。儿媳妇还对亲家说：“不用愁了，婆婆把房子给了我们。等办理完了相关手续后，我装修好，让弟弟当婚房用，这样就不用买房子了。”我看到这些时，忽然觉得心跳快了，血往头上涌。我又网上翻看了一下，每月十号的时候。 儿媳妇都会给亲家转三千块钱，我的心一下子凉了。我给儿媳妇每月三千块钱，让她给孙子买东西的，她却如数转给了亲家。我木然的把手机给了孙子，让他给儿媳妇。儿媳妇和孙子走了以后，我坐在沙发上半天说不出来一句话。老伴问我怎么了，我如实告诉了他。 我看到了儿媳妇的转账记录，我说这几年咱们给儿媳妇每月三千块钱，是为了让她给孙子买东西的，可是没想到她全部给了亲家，儿媳妇竟然还想把房子给弟弟，老伴也很生气，他说我们对待儿媳妇这么好，她怎么能这样做呢？那天晚上我和老伴都没有睡好觉。 我们心里五味杂陈，百感交集。自从儿媳妇嫁到我们家以后，我们对她真的是贴心贴肺的好，把她当女儿疼爱。彩礼没有带回来，我们也没有说一句不好听的。我们给她出钱出力，把房子也给了她。没想到儿媳妇竟然一心只想着娘家。那天晚上，我和老伴商量好了，我们收拾一下。 马上就去南方旅游，不用在乎儿媳妇的态度了。同时，我们做出决定，从下个月开始，我们不会再给儿媳妇一分钱。我们把那套房子也收回来，不让儿媳妇出租了。幸亏还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呀、啊。当时已经是深秋了，天气很凉了。我们马上就打点行装，让儿子给我们订上了机票。 我们飞去了海南，走之前我们也没有给儿媳妇说。后来我打电话告诉儿子，我那套房子让他不要装修了，我们不打算往外租了。儿媳妇意识到了我们态度的变化，在海南的时候，她每天晚上都会给我们打电话，让孙子和我们说几句话。她还嘱咐我们在海南一定要好好注意身体。 到了快过年的时候，儿媳妇给我们寄来了快递，里面有我和老伴爱吃的腊肉，还有亲家给我们蒸的花枣馒头。我的心里一热，儿媳妇对我们还是不错的。不过她对我们再好，我们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每月给她三千块钱，甚至把房子给她了。我们付出的已经够多了，儿媳妇孝敬父母没有错。 但是我们也需要好好善待自己了。人上去年纪了，就得多为自己想一想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让我们把自己的晚年生活经营好。我姐恨了我二十年，她曾经亲口说过：“我要是去死就好了。”所以如她所愿，我得了胃癌。江玉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，我正好到家。 包里的诊断书已经被我揉皱成一团，他的声音冷冷的，像淬了冰。前天是爸爸的生日，你为什么不回来？我打断他的话，因为不想。你回去不就行了？对面的人似是一下被激起了怒火。小初在国外都赶回来了，你为什么不回来？唐初是舅舅的儿子，从小寄住在我们家。 他在不就行了？反正你只把他当弟弟。说完，我按下挂断键。天边最后一点霞光落在屋里，我坐在桌前，将那张诊断书撕得粉碎。纷纷扬扬的纸片落在桌上的时候，手机忽然屏幕亮起，是江玉发来的：“妈妈的忌日马上要到了。”江玉是我的姐姐，她一直很恨我。 因为我是夺走他妈妈的罪魁祸首。二十多年前，妈妈难产，我降生的同时，她在手术台上永远的失去了生命。这是一场以新生为由的谋杀。没有人欢迎我的到来，因为我爸爸失去了他最爱的妻子，而江玉失去了他的妈妈。这场旷日持久的仇恨从我诞生之日起始。 一直绵延至今。我不是故意不去爸爸的生日的，只是那天腹痛到几乎快要昏过去，我才意识到一点端倪。不过，其实我不去，他或许会更舒心。江玉没有再找我。我站在公司楼下的时候，深吸了一口气。毕业之后，我就进入了他的公司，从底层一点点升上来。 却从来没有一个人发现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和他见面的次数，甚至少于他和普通员工的次数。上周有个高管离职，这周一要宣布继任人选。所有人都说这个位子非我莫属。至少在拿到诊断书之前，我也一直这么认为。走廊上正好碰见了同事，他冲我打了个招呼。 又一脸笑意地凑近我，哲哥升职了，别忘请我们吃大餐。我垂眸笑，还不一定，非你莫属了。他挽着我的胳膊，这一圈人里面就数你最棒。进入会议室的时候，江玉也在，我恰好对上他的目光，只是一瞬，又像陌生人一样撇开。江总好，他没看我。 点点头，淡漠的，就好像我们那晚根本没有过争吵。会议室的人陆陆续续到齐，江玉清了清嗓子，同事立马朝我挤眉弄眼。我垂眸避开他的目光，下一秒就听到一个相熟的名字——唐初。熟悉的身影从门外进来，玉树临风，唐初笑容如从前般阳光。 江玉站在他身边，将他介绍给所有人。唐先生刚从国外回来，将会继任副经理的职位。有人下意识的看向我，我错开眼，望向台上笑容灿烂的唐初。空气中的氛围似乎有一瞬间的停滞，看不见的暗流波动。我带笑鼓掌，稀稀拉拉的掌声打破会议室内有些诡异的氛围。 唐初对上我的眼睛，眉眼弯弯。茶水间的咖啡味浓到像要溢出来。我用勺子搅了搅，抿了一口，吞进肚子里时反了些酸水。同事瞪着眼睛，愤愤不平：“凭什么呀？他空降就能抢你的位置啊？走后门走的这么光明正大吗？”哲哥，你不生气吗？明明这个职位是属于你的。 你这么努力，上次加班还差点进了医院。他的目光落在我眼下，哲哥，不是我说，你也用不着那么拼命，少喝点咖啡。咖啡的温度透过陶瓷杯传递到我的手上，我低声道谢。江总应该有自己的考量。同事双眼一瞪，压低声音刚要吐槽，手机铃声就突兀的响起。 江玉的声音在狭小的茶水间无比清晰，带着隐隐压抑的怒火。江哲，来我这一趟。手中杯子不稳，落了几滴咖啡在我的白衬衣上，隔着布料的热度也灼得皮肤生疼。我低声应下：“嗯。”江玉的办公室门开的一瞬间，我就瞧见坐在沙发上微微垂着头的唐初。 还有他手里攥的一张纸，而江玉坐在那里，冷着脸，压着怒气。从前有人说明明我和江玉都是一个肚子里面出来的，却只有眼睛长得像。眼尾上挑，不笑时就天然带着一股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气。可惜我们俩都不爱笑，而江玉也从来没有对我笑过。 虽然小初是空降，但他有这个实力。江哲喊我名字时，江玉蹙紧了眉，心里有怨言就直接说，在背后嚼人舌根，联合同事孤立小初。江哲，你的恶毒是刻在骨子里的吗？不过短短半天，我侧眸看向唐初，他恰好抬眸与我对上了眼。 二十来岁的脸上挂着些许委屈，眼眶微红，眼里的泪反射着细碎的光，又立马低头。闹剧的演员全部就位，只等着我演下去。可我实在没兴趣陪他们演戏，嘴巴藏在别人身上，他们怎么说关我什么事情？再说大家又不是傻子。抽泣声和物体落地的声音一同响起。 本来放在桌上的名贵钢笔，此时已经四分五裂，黑色的墨水在我脚边蔓延。江哲，你轻飘飘的一张纸落在他的桌上，江玉的话被堵了回去。等他看清上面的文字，怒火随即卷土重来。江哲，你还是小孩子吗？你是在赌气吗？ 崭新的辞职信被他揉成一团，像废物一样被重新扔回我的脚边。才不是赌气，我从很早就知道了，我没有资格赌气。有人哄的小孩才有这个资格，而我没有。我会自己去找人事的。关上门的瞬间，他的怒吼也被我一同隔绝在门内。只是没走几步。 就被唐初追上来了。阿哲，他的声音还带着点鼻音，小心翼翼地来牵我的手。阿哲，你别生气了，我不要这个职位，我去和玉姐说。你别赌气，早知道我就不回来了。阿哲，不要因为我伤了你和玉姐的姐弟和气。走廊里没有人，我停下脚步，看向他。 唐初的眼睛本就带着天然的无辜和狡黠，配着他微红的眼位和鼻尖，总是能轻而易举地博得别人的偏爱，像极了十来年前他刚到我家不久的样子。唐初，我往他逼近一步，揪住他衣领，这招真是屡试不爽，对吗？唐初的脸瞬间煞白。 电梯到达的提示音响起，我松开手，转身往电梯里走。他似乎没有回过神来，站在原地。我看着他笑：“你明明知道我和他之间从无姐弟情分。说起来，还是你更像他弟弟。”电梯门合上的瞬间，我看见映照在门上的自己面无表情的脸，腹部绞痛。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，我和江玉的关系还没有差到这种地步。小时候虽然他不喜欢我，却从来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和话语。比起把我当做透明人的爸爸，江玉作为姐姐，是我唯一亲近的人了。那时我想，就算江玉不喜欢我，但我们还是亲人，血缘就是如此。直到初中。 唐初来到我们家，我才发现，其实姐姐也能对别人那么好，不会总是冷着脸，不会叫他滚开，也不会对他冷嘲热讽。那才是一个姐姐对弟弟真正的态度。可唐初不知足，他转来我初中的第五天，我在放学回来时被江玉狠狠的甩了一个巴掌，我捂着脸看着他发愣。 他嘴里念着些我听不懂的话，带头孤立，坏种，恶毒，道歉。可是看到被他护在身后，垂着头攥着他衣角的唐初时，这些零零碎碎的词句忽然又在我脑海里拼凑成一副完整的谎言。我辩解了，可是他不信。那天爆发的争执和显而易见的偏袒。 忽然，在某一刻，击碎了我曾经天真又愚蠢的想法。江玉不是愚蠢到是非不分的傻子，无非是他故意。我似乎才在那天后知后觉的醒悟：我的姐姐是真的对我怀揣着真切的恨意。我和江玉的关系急剧恶化。可惜愚钝幼稚如我，在那时只想着，比起和爸爸一样。 让他把自己当个陌生人，不如和他对着干。至少江玉能看见我。我们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十八岁。十八岁那年，我被拉进地狱。十八岁之后，我和江玉的关系骤然变成陌生人，像一场戛然而止的战争。我们不再争吵，不再歇斯底里，不再针锋相对。 只是冷冷的，就像谁也不认识谁。办完手续回家之后，外面的天已经全黑，小区的路灯还没有亮，只能远远瞧见对面人家里透出的暖黄灯光。腹痛从下午一直持续到现在，我蜷缩在沙发上，饥饿感与疼痛爬满躯体。我挣扎着起身去开冰箱。 令人作呕的腐烂味扑面而来，我似乎才记起自己上次打开冰箱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前。我随手抓了一把青菜，简单清洗了一下，放在案板上。刀落下的声音错落不齐，鲜红的血滴落在翠绿的叶上，开出一朵带着腥气的花。我愣了一下，疼痛自窗口生长，我才反应过来。 刀切到我的手了，冲动升起的时候，我没能抑制住，心就疤痕交错，又心添一条，从胳膊延伸至手腕。刀落在地上，我跪坐着，拼命喘气。我好像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，去做伤害自己的事情。以前医生说，病发作的时候一定要吃药，可我没吃。 他还说：“多让亲人陪着你，江哲和家人多交流，感受被爱，对病情有好处。”可是我看着蜿蜒的血迹，可是我没有家人。昨晚炒的菜我没有吃，全部进了垃圾桶。饥饿感与疼痛相互纠缠，最后让我昏死在床上。清早有人敲门。 我迷迷糊糊从沙发上下来，走到门边，打开一条缝，在看清门外来人时，十分睡意全部清醒。女人的眉眼挂着霜，照旧一副没什么表情的模样。我下意识拉了门，钢铁碰撞的巨大声响一下子将我们阻隔。我迅速回房，披了一件外套，又换了一条长裤。 在开门时，江玉的目光落在我脸上，凉意刺骨。有什么事情吗？我直接免去和他的寒暄。他的目光下移，落在我握住门把手的腕间，那里有一小片彩色的纹身。江玉眯了眯眼，声音冷淡：“你在胳膊上也纹了纹身。”我没有应声。江玉似乎把这当作默认。 原本漠然的情绪再度起了波澜，你非要和那个混混混在一块，把自己也变成一样的垃圾是吗？我知道江玉向来嘴毒，我们之间关系最恶劣的时候，语言都是淬了毒的刀，毫不留情地扎向对方。但他不能说周薇，因为他是我唯一的、最好的朋友。 女人身上若有若无的香水味钻进我的鼻腔，额头的青筋狂跳，让人作呕。原本偃旗息鼓的腹痛卷土重来，我的手紧紧抓着把手，抖了又抖，到底还是没有忍住。可预想的那巴掌没有扇到她的脸上，反而被她紧紧攥住了手腕，陈年的疤痕接触到他人的体温。 我再清楚不过的看见江玉脸上一闪而逝的错愕。你手腕上的疤……只是他话没说完，就被我再扇了一巴掌。男人的头微微侧着，白皙的脸上泛了一大片红。我用了很大力气，丝丝缕缕的烟草味捆绑住我的神经，阴冷的恐惧感自脚底升起，一点一点爬满我的全身。 我用力从他手中挣脱开来，腕间已经红了一大片。用力交握住自己的手，才不至于让自己颤抖的那么厉害。江哲，滚！我垂着眼睛，死死盯着自己的脚，别碰我，滚出去！江玉走了，我冲到洗手间，发疯似的用毛巾去洗刚刚被江玉碰到的手。 增生的皮肤被磨破，血和冰凉的水一起落下，艳色刺激大脑。我扶着洗手池的边缘，大口大口喘气，终于冷静。中午外卖员来的时候，提了一大包，我一一摊开放在茶几上，浓厚的香味刺激味蕾，饿了两天的胃缴械投降。我拿着筷子，把它们全部塞进肚子里。 可是吃的太饱，肚子翻江倒海的难受，我又倒在卫生间，把它们全部吐出来。卫生间的地板沾湿了我的衣裙，临近死亡的痛感如此鲜活。我倒在地板上，拿着手机，一点一点往下翻聊天记录，一个停在一个月前的聊天记录。周佑发的最后一句话，问我今天吃了什么。 我没有回复，也没有在拿到诊断书的时候告诉他。五年的友谊，漫长又短暂，长到沉重的刻进我的生命里，又短到不过几个小时就被我全部翻过。确定删除和姐姐的聊天记录吗？红色的字眼有些刺目，可越来越剧烈的腹痛像是催促，让我按下了删除键。 五年的回忆在一瞬间消失，连带着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条羁绊。确诊的那天，医生盯着我的眼睛，认真劝道：“虽然是胃癌晚期，但是如果积极治疗、乐观的话，还能再多活两三年。”我笑着道谢，却没有接他的话。我没有非活不可的理由。我的姐姐也曾经。 无比期盼我去死！我在家里浑浑噩噩的待了不知道几天，不断在饥饿、暴食、呕吐的恶性循环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。偶然打开手机，才发现日子临近了。简单收拾了一下，想去商场买一件合适的正装。照镜子时，才发现自己的脸颊已经迅速消瘦下去。 惨白的脸上没什么血色，我想了想，还是化了一个妆。工作日的商场人不多，我漫无目的的穿梭在各个楼层，终于在一家橱窗里发现一件修身的西装。进门时，导购热情迎上来，我刚指着橱窗外那件西装想要开口，门外就传来一个厌恶的声音：“御姐。” 这件西装好漂亮。事事巧合，唐初他进门的时候，恰好与我对上眼，小鹿眼立马瞪得圆圆的，高兴的喊我阿哲，好似从无芥蒂。江玉站在门口，冷冷的睨我，真好啊，远在国外的弟弟归家，姐姐陪着弟弟逛街。我笑容讽刺，没有理会他们。那件西装。 刀马，帮我包起来，帮我也拿一件。刀码。我和唐初的手同指向那件西装。导购小姐带着歉意看过来，这款今年卖得好，只剩模特身上那一件刀马了。两位帅哥要是不介意，可以看看其他款式。我看看公司还有没有货。唐初蹙了眉，刚要开口，那给我包起来吧。 我毫不犹豫地打断他，导购小姐应了一声，转身去拿。阿哲，唐初忽然喊了我一声。我抬眸看他，有事吗？可以把这件西装让给我吗？他面带歉意，你知道的，我很喜欢正装。阿哲，你平时都不怎么穿，脸都不要了。我看向江玉，他垂眸没有看我，似是纵容唐初。 真可笑，这么多年了，他真是一点没变。所有他喜欢的东西都要我让给他，玩具、衣服、名次，还有家人。不要！我冷冷拒绝。唐初被我噎住，看着我接过包好的衣服，眼眸又湿润起来，垂着头返回江玉身边。江玉侧身，不知和他说了什么。 他弯着眼睛，又雀跃起来，高兴的去挽江玉的手，不忘瞥我一眼，就好像得意洋洋的冲我炫耀：“我的姐姐变成他的了。”其实这件衣服根本无关紧要，他想要的不过是让我看到我的姐姐好像更爱他一点。可是谁在乎呢？反正十几年来，从来如此。 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江玉再也没有主动找过我。我翻着日历，计算着所剩无几的时光，一直到我收到唐初的短信，邀请我去参加一场宴会，最后又附上一句：“阿哲，玉姐很担心你，正好趁着这个机会，你们姐弟之间缓和缓和关系。” 他装傻充愣的本事永远是一流。我看了看日历，还是决定去了。金光璀璨的大厅里，穿着得体的人们来来往往，酒杯相碰的声音与嘈杂的人声混在一起，热闹非凡。一个人待的太久了，骤然暴露在这样热闹的场合，我有些不适应。不远处，江玉和唐初站在一起。 和别人聊着什么，江玉侧眸见我，脸色变了变，脸微微偏过来，却不动，好像在等我过去主动和他搭话。但我才不过去。唐初回眸也看见了我，他立马带笑朝我走过来，而我转身，毫不犹豫地从热闹的宴会厅里退出。阳台上的风大。 我靠坐在阳台边缘，听着背后从宴会厅里传来的欢声笑语，只在计算着还有多久结束。回家，后背被人忽然扳住，我向后落入一个陌生的怀抱，浓到不行的香水味瞬间将我包围，呕吐的欲望在一瞬间上冲。 我强忍着不适，推开突然出现的陌生女人，却又恰好看见站在她背后的唐初。她穿着漂亮的燕尾服，冲我眨了眨眼。小包里的手机轻声震动，我拿起，看见他给我发的消息：“阿哲，刚刚赵州看见你，让我把他介绍给你，我就带他过来了。他人很好的，你们好好相处。” 我不要，对话框里的字打到一半，我的手腕已经被人握住。赵州的目光落在我胸膛，又不着痕迹的移开。只是那一眼，就让曾经的恐惧卷土重来。我用力拍开他的手，明明胃里什么也没有，可我却还是忍不住的干呕。他朝着我凑近，我一点点向后挪。昏暗的光线。 浓重的香水味，高大的陌生人，一切的一切崩断了我脑中最后一根名为理智的弦。我捂着嘴巴干呕，颤抖着从包里拿出一把弹簧刀，手却不受控制的乱晃，刀子划过他的皮肤，血色一点点阴满我的整个世界。江哲怒吼声响起的同时，我的手被人重重拍开。 刀子砸在地上，反射着窗外凉薄的月光。你在发神疯？江玉的声音如惊雷，我却像是被人扼住了喉，额角的青筋一下一下跳跃，有什么东西像是要在我脑中爆裂开来。我捂着嘴巴，眼眶干涩到疼痛，呵呵的像一头小兽，大口大口的喘着气。 穿着燕尾服的唐初翩然而至，看清时惊呼一声，声音里带着些哽咽：“发生什么了？赵州，你怎么受伤了？你不是说喜欢阿哲，想和他说说话吗？”陌生的女人锁着眉：“我还什么都没干。”她突然拿出来一把刀。御姐，唐初忽然唤了江玉一声：“赵州的人品，我还是信得过的。” 言下之意不言而喻。我喘着气，伸手狠狠向他扇过去，却被挡在他前面的江玉推开，又狼狈的摔落在地。三个人居高临下的望着我，肚子痛，眼睛痛，头痛，好像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在痛。我像是快要散架的故障机器人，脑中也混沌一片。 我听见江玉冷声呵斥：“你到底在发什么疯？”江哲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江哲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你是不是有病？我想哭的，但我哭不出来。我只能撑着墙，一点一点忍着剧痛从地上爬起来。是我有病，没多久可活了。我靠在门边。 用尽全身力气，才勉强站直。我知道自己胃中空空，吐不出来东西。可是现在喉咙一甜，粘稠的血从我嘴巴里涌出，滴落在我的衣服上，又掉在地板上。我看见江玉愣了一下，看见他下意识的想过来碰我，我却后退一步。你为什么不问我？为什么不问他对我做了什么？ 你愿意相信唐初的一面之词，也从来不肯听我说一句话。你从不肯听我说，因为你从来不在乎。反正到最后都是我的错，因为我是罪人，我欠了妈妈的命，是吗？场面一下子安静下来，我的姐姐只是慌乱了一瞬，又立马冷静下来。 我听见他用与平常无二的声音，在平静不过的反问我：“难道不是吗？难道不是吗？”“是啊，我还是不会哭，哪怕眼睛痛得要死，就是掉不下来一滴泪。所以我马上就要给妈妈偿命了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叫她姐姐。”我看着江玉，弯唇微笑：“我马上就要死了，开心吗？” 姐姐，江玉那天晚上没能抓住江哲，他消失在街边的路上。后来他无数次想，要是那天他能再快一点，要是那天他能抓住江哲的手，不让他离开就好了。江哲没有回家，他的手机号被他拉进了黑名单，微信也只剩下一个鲜红的感叹号。 江玉在他家楼下抽了两天的烟，可他再没有出现在家门口。二十年的血缘关系，稀薄的好像一张纸。只要他失联，他就再也没有办法找到他。他去了医院，戴着眼镜的医生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只是摇头叹息：“尽早找到他吧，再拖下去，真的没有几个月可以活了。”江玉垂着头。 像是挨训的学生，他为什么会得这个病？年轻人都不爱护自己的身体。医生又是一声叹息。江玉的指甲掐进肉里。和江哲失联的第八天，他还是闯进了他的家里。开锁的工人收了工具，屋内迎面而来的是一股刺鼻至极的气味。江玉从来没有进入过他的家门。 二十年的时光太漫长，他忙于憎恨江哲，却从未和他好好坐下来谈过一次。房间里的东西少得可怜，根本不像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居住的地方。冰箱有不知名的液体滴落，他拉开时才发现里面的东西已经全部腐烂。厨房、卫生间、书房、卧室。 清冷的，像是从来没有人居住，可又干干净净的，证明他曾经来过。卧室里有一个碎掉的巨大玻璃瓶，玻璃碎片和五彩的药片散落了一地，像是被人狠狠砸在地上。江玉眼尖，看见桌上的一个空纸盒，上面印着的字让他脊背发凉：文拉法辛，一种抗抑郁的药物。 江玉夺门而出，从进门时就笼罩在他头顶的阴霾并没有消失。这些天积压在他心头的感情，终于将他压得喘不过气。所有的一切似乎在向他宣告着一个呼之欲出的秘密，隐秘又无望。他跪坐在烈日之下，忽然生出一个绝望而无助的念头。 如果再不快点找到江哲，这辈子他就再也见不到活着的他了。江哲失联的第十二天，江玉拨通了周薇的电话。大洋彼岸处于睡眠时间，接通电话的女人脾气并不好，低声骂了一句国骂，才问是谁：“是我，江玉。” 他向来不喜欢周薇，在十八岁那年莫名其妙成为自己弟弟最好朋友的女混混。他知道周薇也不喜欢他。对面的女人骂了一句“神经病”，一连串的脏话将他骂得狗血淋头。有事吗？周薇声音嫌弃：“你知不知道江哲去哪了？怎么了？”对面的人态度一下变了，他。 将要说出口的话变得分外艰难，苦涩在口腔中蔓延。得了胃癌，对面猝不及防的挂断电话，传来一顿一顿的忙音。江玉捧着手机，茫然无措。一分钟后，他再打过去，电话被再次接起，情绪崩塌的声音再清楚不过的传进他的耳朵里。 周薇的抽泣声在空旷的房间显得如此难过。江玉开口：“求求你，帮我找到他吧。只要他愿意治疗，就还能再多活一两年。求求你了。”周薇在电话里泣不成声：“多活几年，多活几年，对他有什么好的呢？”江玉，你什么也不知道。江玉愣在原地。 熟悉的窒息感几乎要将他再次淹没。我知道的，他喃喃：“知道什么？知道他。”周薇在那边冷笑：“江玉，这个世界上我最讨厌的人就是你。唐初是你的弟弟，阿哲就不是你的弟弟了吗？你知道他已经死过一次了吗？”江玉哭腔与质问化为一体，像刀子一样。 穿过几千里，如此真切的刺进江玉心头。你知不知道，江哲早就死在十八岁了？他早该知道的。那么多细节，江哲从十八岁开始骤然冷淡下来的态度，对所有男性拒之于千里之外的冷漠，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。他不再穿短衣，即便在最热的天气。 他也永远穿着长袖长裤，还有他腕间的疤，随身携带的刀，散落一地的抗抑郁药物。他唯一的、流着相同血液的弟弟，早在十八岁那年就开始枯萎了。十八岁那年，我给江玉打过一个电话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打给他，或许是还抱着一点幻想。 期待着，要是他能救救我就好了。要是他有一点点不忍心，要是他有一点点在意我，要是能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爱我的，我或许就能在铺天盖地压得我快要窒息的自毁倾向中，窥见一点生的希望。电话接通的时候，他跟往常一样冷冰冰的。我喊了一声“姐”。 没有像往常一样带着怨气，只是轻声问了他一句：“如果我真的死了，求求你，你会怎么样？救救我！”桌上的水果刀反射着窗外的光，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与室内的阴影融为一体，攥着手机的手微微颤抖。江玉没有骂我神经病，我听见他的声音。 冰冷又平静的，砸在地上，碎成一地冰碴；又飞速的、精准的落在我的心上。他说：“那太好了，你害死了妈妈，你偿命了。”海水在一瞬间淹没我的头顶，我不停地向下坠，又在快要窒息的时候忽然清醒，像个野兽一样喘着粗气。 利刃划破皮肉的时候，其实不怎么疼。暗红的血流下的一瞬间，我好像又被带回那天，深不见人的巷子里，透不进来的光。陌生的男人用一种我无法反抗的力量，将我的头发用力地往后扯。我哭着喊着，我说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放了我。 求求你，放了我好不好？他没有，他像世间最残忍的畜生，一点一点把我拉进最深不见底的黑暗里。他扇了我好多巴掌，我求饶一句，他打一下，打到我的口腔中咸腥味蔓延，我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我的衣服被他撕开。 皮肉烧焦的味道混着劣质的烟草气味钻进我的鼻腔，点燃，嗯灭，点燃，嗯灭，从我的腰间慢慢挪到颈间，一直到一整支烟烧成灰烬。我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从哭喊的精疲力竭到麻木的承受，我躺在肮脏的泥地里，野兽在我身上驰骋。 我闻到自己皮肉的焦臭味和从内里透出的腐烂气息。要是可以马上死掉就好了。可是我又做错了什么呢？我只是走在路上，只是穿了我最喜欢的衣服。我有错吗？我不知道那天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。地面的淤泥几乎要与我化为一体。我赤裸着身体，目之所及。 全是黑暗。要是江哲从来没有出生就好了，要是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就好了。周薇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。我不认识他，可是他却准确无误的叫出了我的名字。他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照在我的身上，小心翼翼的擦掉我脸上的泥巴，又颤抖着搀扶着我站起来。他带我去了警局。 又送我回了家。其实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。开门时，名义上的父亲罕见的坐在客厅里，可是他只是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掠过我蓬乱的头发，掠过我肮脏破烂的衣服，掠过我难堪又难闻的身体，又立马收回目光，和以前一样。后来他又离开了。 家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只要一闭上眼，我就又回来。那天，烧焦的皮肤在夏天一点点腐烂，还是死了好，但我没有死。又是周薇，陌生的电话打来，熟悉的女声略带歉意的表示叨扰，扯天扯地的说些不着边际的话，故作轻松的想要掩盖些什么。 所以我直接揭穿了。为什么打电话给我？他愣了一下，忽然结巴起来，嗫嚅着拼不出一个完整的词句，好半天才像是鼓起勇气：“不要死，江哲，我怕，我怕你自杀，才记下了你的电话。我没想过他这么直白。”词句滚烫，灼得我眼睛疼痛难忍。 我听见他的呼吸声落在房里，紧张又迟蹰。我看见流淌在桌上的血，滴在地板上开出几朵梅花，和反射着冷光的刀。最后我说：“好，帮我叫个救护车吧。”我活下来了，但我走不出来。黑色的影子就像梦魇，在每一个夜晚编织出一张无法逃离的网。 将我困在其中，我讨厌烟味，讨厌黑暗，讨厌我自己。它潜藏在暗处，在每一个黑暗的地方，下一秒就不知道会从哪里出现，将我再次拉入深渊。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每一个细节，记得那些疼痛和气味。我如此清醒，清醒的痛苦，清醒的想死。 又清醒的活着，周薇陪我去看了心理医生，医生说最好是住院，我没有住院，他又给我开了很多药，可我一颗都没有吃，全部拆开放在透明的玻璃罐子里。周薇陪了我一个夏天，那个夏天阳光明媚，可我总待在室内不出来，他不厌其烦的陪我玩各种各样的棋牌游戏。 陪我念叨着最近新出的电视剧和动漫。其实我知道的。每到晚上，他就看着我偷偷掉眼泪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眼睛都肿了。有天，周薇看见我站在阳台上，吓得快哭了。我看了他一眼，又下来了。周薇，我喊他的名字，你当我姐姐好不好？我没有妈妈，我的姐姐恨我。 我的爸爸把我当做陌生人，我的身体破败，灵魂腐朽，我什么也没有。他冲上来抱住我，滚烫的眼泪落进我的衣服里。他说：“好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姐姐，你答应姐姐，以后要好好活着，好不好？不好。”我回抱住他，姐姐，我说：“你不要被我困住。” 好不好？我是注定活不下来的。正常只是在表面上，我的内里已经坍塌成一片废墟，期待着死亡。那个夏天过去之后，唐初出国了，江玉进了公司，周薇也考上了大学，所有人都在往前走，只有我被留在了满目疮痍的十八岁。 我闻到自己身上腐烂的味道，从那晚之后愈演愈烈。周薇开学那天，我送她走了，她在机场红着眼眶，却不掉眼泪。他把我抱在怀里，一遍又一遍喊我名字，最后他凑在我耳边小声说：“阿哲，要是撑不下去，就算了。”其实他都知道。 他知道我身体上刻下的每一道疤，他知道我日复一日的在泥潭中挣扎，他知道我情绪崩塌的每个瞬间，只能用自毁来减轻痛苦。我回抱住他。周薇走后，我好像恢复了正常，但是每一天都是煎熬。我再也没有去和江玉争吵的力气了。每一天，光是活着。 就用尽了力气，暴饮暴食，不规律作息，不爱护自己的身体。患上胃癌的时候，我是高兴的，因为我终于可以去死了。我早就决定好了离开的日子，是妈妈忌日，也是我的生日。但是二十多年，我只过过两次生日，都是周薇陪我过的。其实江玉不知道。 我也很羡慕别人有妈妈。我比任何人都更痛恨自己。这天到来的时候，其实是个很平常的日子。我的腹痛还是一如既往。早上起来时吃了两个包子，又马上吐出来。然后我缩在沙发上，一张一张去翻我相册里的照片，然后一张一张删掉。删完最后一张，我起身。 走向阳台，客厅里却忽然传来巨大的声响。老式小区的门经不起一点动静，熟悉的身影跌跌撞撞的闯入我的视线。我的姐姐，十几天不见，面目憔悴到像是老了好几岁。我猜是周薇告诉她了，毕竟这个地方我也只和周薇提过一次。女人衣衫不整，喘着粗气。 一向挺直的脊背佝偻下来，他望向我的眼神破碎。我头一次见我高高在上、冷漠无情的姐姐，红着眼眶，低三下四的求我：“我错了，阿哲，是姐姐错了。”她的道歉迟来了十几年，可我踩在栏杆上，只是看着她，无动于衷。我的姐姐泣不成声。我穿着正装。 一丝不苟的，干干净净的，是那天在商场买的。脚底的瓷砖冰凉，别跳，阿哲，求你了，别跳！耳边风声呼啸，我却看着江玉笑。跳楼很痛的，再痛最后一次吧。这辈子吃了这么多苦，下辈子老天会对我好一点吧，江玉。 我轻声喊他的名字，脚踩空，身体不受控制的往下栽落。我看见他的神情变得惊慌失措，看见他朝我冲过来，我只是笑。我要去找妈妈了。江玉没有抓住他，他的弟弟死在他面前。番外：江玉一睁眼，五岁的江哲手指上渗出一颗血珠。 睫毛上还挂着眼泪，可怜巴巴的站在离他不远处，偷偷看他。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吗？其实江哲没出生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期待他的降临。江玉也很想要一个弟弟。妈妈躺在床上摸他的头，告诉他以后一定要保护好弟弟的时候，他郑重其事的点头。弟弟是小王子。 我会保护弟弟一辈子的。可是他出生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妈妈走了，妈妈变成了一个小盒子，又变成了一块冰冷的石头。妈妈不会说话，不会动，不会有人再摸着他的头喊他“玉玉”，不会有人再把他抱在怀里哄，不会有人再轻声细语的告诉他：“妈妈爱你。”妈妈下葬那天。 下了很大的雨，回来的时候，江玉浑身湿透。楼上的婴儿房传出一阵又一阵的啼哭，皱巴巴的婴儿丑陋至极。雨声和哭声混在一起，一点点挑动他的神经。他没有妈妈了，他的弟弟害死了妈妈。他是从那天开始讨厌起江哲的，他的弟弟。 他知道这样荒诞无稽、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其实没有错，可是他没有办法。他尽可能的疏远江哲，不和他玩，不和他说话，冷冷的吼他。可他又不可避免的在每一次见江哲失落难过的神情时感到烦躁。他恨他，又爱他，他血脉相连的无辜又罪恶的弟弟。 那个时候，他做了什么呢？他朝着江哲怒吼，让他滚开。小时候受的创伤能够记一辈子，以至于当江哲长大，他们再也变不成那种弟弟和姐姐撒娇的关系。所以他什么也不会和他说，所有的苦痛都被他一个人吞下，就连外人也知道的比他多。江哲眨巴着眼睛，还在悄悄看他。 江玉望过去时，小男孩吓了一跳，眼泪又要掉下来。过来，江哲愣在原地，他叹了一口气，转身去找到衣箱，半跪在他面前，轻轻给他上了药。疼吗？江哲看着手上的创可贴，睫毛上的泪珠分明，呆呆的，忽然又红了脸，一下抱住江玉，谢谢姐姐。 江玉愣在原地，他没有抱过江哲，二十多年，这是第一次。小男孩的身体柔软又带着温度，为什么不早点抱抱他呢？江玉颤抖着伸出手，紧紧抱住他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他一遍又一遍的道歉。江哲手忙脚乱的给他擦眼泪，姐姐不哭。 说到最后，自己哭了。我错了，姐姐，你别哭。我错了，你别哭了，姐姐。我再也不找你了，姐姐。阿哲的血吓到你了，我以后自己涂药。姐姐别哭，对不起，你没错，是姐姐错了。阿哲，以前都是姐姐的错，你不要生姐姐的气好不好？小女孩的眼泪停不下来。 一边吸鼻涕一边回答：“只要只要姐姐不哭了，我就不生气。好，姐姐不哭了，你别生姐姐的气。这辈子姐姐保护你，平平安安的长大。”江玉知道爸爸不喜欢江哲，他只能尽力的补偿他，补回上辈子他错失的二十多年。江哲像个柔软的棉花娃娃。 他好像从来不计较前几年他对他的冷漠，总是雀跃地喊他姐姐，笑容天真烂漫。他以为只是他年纪小不记事，直到某天江哲碰倒了茶几上的一个杯子，没有碎，只是倒了。小男孩立马瞪大眼睛回望他，身体微微缩着，颤抖着道歉：“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。” 你不要讨厌我，他才恍然记起，自己也曾因为这种小事吼过他，责骂他，他其实都记得。你没错，不要道歉。江玉摸了摸他的头，小男孩垂着眼，眼泪一颗颗砸,砸在地板上。怎么了？江玉温声问。姐姐会变回去吗？他攥着裙边，小声问。江玉没听清他的话。 又凑近了一点，周周告诉我，过生日可以许一个愿望，会有神仙帮忙实现的。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什么时候，但我还是许了一个愿望。我希望姐姐能对我好一点。姐姐，江哲抬起头，眼里有几颗小星星。神仙和你说了吗？他落进一个温暖的怀抱。 冰凉的水落在他的脖颈，他的姐姐又哭了，说了，神仙还说以后阿哲有什么愿望，都由姐姐来实现。那我希望姐姐能开心一点，不要再哭了。江哲十三岁那年，唐初要寄住在他们家，江玉拒绝了，爸爸没有说什么，反倒是江哲穿着他给他新买的短袖。 扯着他问：“为什么不让他住进来？我可以和他一起上下学，姐姐就不用总来接我了。”他的弟弟善良而开朗，笑起来时没有一丝阴霾。江玉摸摸他的头：“有你一个弟弟就够了。”江哲一副被感动的表情，笑着撒娇：“姐姐真好。”江玉无言。他只有一个愿望：这辈子。 江哲能够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的长大。江哲十五岁那年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，和上辈子一样。但这辈子，他拿着录取通知书，骄傲又灿烂的向他炫耀：“姐姐，我考到你的高中了，最好的高中。”江玉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礼物：“阿、啊、哲，好棒！”他笑着在屋里转了几个圈。 拉着他的手笑。高中我要去学校寄宿，又半真半假的称道：“姐姐，你在大学别总给我打电话，我听别人说你很忙的。”江玉看着他笑：“阿哲，你一定要好好的长大。”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江哲也笑。江哲十七岁那年，江玉看见他发的朋友圈。 两个人笑得灿烂，边上的人纹着断眉，打着耳钉，是周薇。电话拨过去的时候被挂断了，过一会儿才重新打过来。电话那头的人亲热的喊了一声“姐姐”，江玉愣了愣，好半天才开口：“周末要和好朋友去逛商场吗？姐姐给你发红包。”“不用啦。”江哲在那头笑。 我和他约好去图书馆好好学习。江哲快高考的时候，他赶回来看他，每天待在家里给他做营养餐，比江哲还要紧张。送考的时候，他带了好多东西，一站就是一天。最后一门考完的时候，江哲是第一个出来的，门口的记者都没拦住他。那天阳光很亮很亮。 他小跑着冲向他，笑容灿烂，冲进他怀里，大声喊：“姐姐，我考完了！”江玉回抱住他，恭喜江哲十八岁生日，他给他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成人礼。巨大的水晶灯下，江哲穿着正装出现的时候，所有人一起鼓掌。他看向人群中的江玉，四目相对。 他用口型说：“谢谢你，姐姐。”江哲的眼睛和他很像，笑起来时很阳光，好像天上的星星都被揉碎在他眼睛里。十八岁的江哲，生机勃勃又坚韧。他的弟弟。宴会结束之后，江玉去墓地看了妈妈。黑白照片上的女人年轻漂亮，江哲和她有四分像。 江玉在那里站了很久，他的手抚上冰冷的石碑。妈妈，你的小王子平平安安的长大了。江哲二十二岁毕业，没有进入他的公司，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工作。偶尔两人视频通话，江哲脸上疲惫却难掩开心。江玉看着他眼下的黑眼圈，累了和姐姐说。 姐姐有钱。视频对面的人敷衍的打着哈哈，电话被另外一个人拿过。周薇凑近屏幕：“玉姐别担心，我看着阿哲，一切都好。”不过江哲在后面大喊大叫。周薇的声音里满是笑意：“你应该马上就能见到你弟媳了。”视频电话被摁断。江玉坐在办公桌前。 很久没回神，这辈子太好了，太顺利了，就像一场镜花水月的梦。江哲快二十四岁，要结婚了。那个女孩她见过很多次，温柔可爱，很爱江哲。婚礼的前一天晚上，他又去看了妈妈。妈，明天阿哲结婚，我就不过来了。你的小王子找到他的公主了。 以后就有两个人保护他了。妈妈，如果这是梦，能不能让他再长一点？新郎失踪了，所有环节都被打乱，宾客喧哗，场面乱成一团。周薇穿着伴娘长裙，马不停蹄的奔走在酒店里，发疯似的喊江哲的名字，电话打不通。 微信界面停留在江哲昨天发来的一个“爱你”表情包，再发过去只剩鲜红的感叹号，就像那天一样。江玉发疯似的往十八楼赶，敲开每一个房间，被臭骂，又疯魔的继续敲下一个房间，最后在一间没有上锁的房里找到了他。江哲今天很帅气。 穿着一丝不苟的西装，他站在阳台的边缘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看着他。哲，阿、啊、哲，江哲对上他的眼睛，扬起唇角。今天是他的生日，也是他的忌日，一样的。下一秒，他就直直的向后栽落。不要！江玉目眦欲裂，所有的场景快速褪去。 如走马灯一般向前推移，无数个江哲混在一起，笑的、哭的，最后都定格在那天。他从十八楼一跃而下。他说：“江玉，我要去找妈妈了。”不要。江玉从梦中惊醒的时候，夜色如墨。十几岁的江哲穿着校服，立在他床头柜上。 江玉按下灯的开关，照片立马鲜艳起来。照片上的人没有笑，可梦里的江哲总是弯着眉眼喊他姐姐。梦里的江哲没有受伤，没有抑郁，没有病痛。人生是不可能重来的，他早就知道，所以，他为什么，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对江哲好一点呢？ 他的弟弟，再也再也回不来了。窗外的风用力摇动着窗户，女人撑着脸，泣不成声。江玉无数次试图去回想曾经他遭受的那些苦难，又无一例外地归于自我折磨。他在日复一日的悔恨中逐渐崩溃。三十六岁那年，他去找阿哲了。